这男人简直骚到疯，脚踩30厘米恨天高，身穿火辣小短裤，在街上迈着妖娆的步伐，小电臀一翘，全场尖叫，屁股一扭，骚到所有，就连88岁小姐姐看了都要怀孕。此后他越发不可收拾，别说是女人见了要流口水，连男人见了都想上去咬一口。凭借自己的小电臀在街上放骚，可他的骚不是一般的骚，没人能抵抗得了他的水蜜臀。但让他无奈的是，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竟然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，除了在街上放骚外，还闯进别人的公司继续放骚。只要内心足够骚，无论到哪里都是舞台。正在专心工作的女人见了都为他疯狂，那小蜜臀一翘更是让全场人无法控制，再转身一个完美深蹲更是让他们内心无法自拔。小姐姐秀一波后霸气离场，她刚出来走到停车场，就看到一个骚气的胖子，两人只是对视了一眼就能感受到对方的骚，只怪两人相见恨晚。小姐姐一触即发，率先发起攻击，骚气也随着释放，而胖子也不甘示弱，决定大战一场。两人越斗越勇，难舍难分，始终还是不分上下。胖子直接使出杀手锏老鼠打洞，吓得小姐姐连连后退几步。这时小姐姐也使出杀手锏，凭借弥漫的烟雾和水蜜臀，胖子看得两眼冒光。小姐姐在一个回手掏发射，吓得胖子落荒而逃。于是胖子立即叫上所有兄弟报仇，而小姐姐也叫上自己的姐妹团如约前来应战。他们个个都是大长腿，而胖子团也做足了准备。姐妹团率先发起攻击，看姐妹团骚气太猛，胖子团有些招架不住，照这样下去肯定要输。这时一个胖女人走出来，使出毕生才艺对决，这时姐妹团看她骚气太猛，短短几秒时间，姐妹团吓得落荒而逃。